二手不想寒冰霸权。能吗？能不能？可以，这样你也可以。你知道德仁这局牌会打多少场吗？七百多场。哇！他是真的牌会经营团团长。代表你，我对啊，我你对。OK， 换讲。我不想讲。傲娇，德仁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，他就不喜欢这样子。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去对待。对，认真，任何事情都是。对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王健宇酱，我是阿成，我是德恩。你要快一点呀、啊！欢迎我们这集的介绍，对，好，下一集好，然后不要说来开始剪影来，超帅，所以我应该怎么讲？嗨，好来第二集来，什么 maker 来 ，show maker 来，许秀 ，trouble maker 来，许秀，哦，主卡。哎、欸，这你看，你看这很像波动拳，把它冰冻住。你说，为什么不想寒冰霸权？你这是隔壁朋友。寒冰霸权。这他这是预效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太牙。不是，他、啊、怎么都大去？不是，刚才小猫就没了，啊、就修了。他是逃跑大帅。哎、欸，跟刚刚甲虫那种既视感。啊你，都是逃跑的。那、啊、你，哦，可大呀。这是一般呢、欸，那个。这是一般吗？对、啊。两只同样的角色、欸，真的这一般好下吗？还是 B 牌？我三 B 牌，我觉得应该是段位是还行，但然后打一般。我好，没关系，一样。蓝只，好，蓝只，我杀到。蓝只，小丽，哦，蓝只杀到。反正最哦，我厉害，杀了。班长，怎么又一下？不了，哦，不了，这是还不错。啊不，一起，怎么还有魔恩啊？可以结束了，真的，可以结束了，看不下去。该结束了。来，评分。来。B 牌。A 牌啊。S 牌，对，啊、看操作啊，看操作，我觉得操作有 S 牌，可是他打的场子可能是比较少。你有看到 A 上眼神吗？打这种场，他说他 S 牌，你能接受？你能吗？你先讲能吗？能吗？能不能？可以，这样你也可以。可以啊，主要是操作还不错。不是，为什么咄咄逼人啊？不是，在加，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我们还会经常破一百，确实加几次了？来，下一集要、哦、不管了、哦，下一个认真哦。我这一集就是一个认真的一个。那你刚不是第一个就猜错了？来，开始吗？哟，15岁，新手，来，一样，来，一样，一楼，哦，我经验，哦，经验，哦，有买造型，哦，有，哦，有头像，有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是有的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是有的。啊，这个还有怎样？我可以肯定他这个，我肯定的几分天线，就手工艾米，历史品质跟画质品质都调整。在手工艾米吗？这个有 S 牌 ，S 牌一定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买这造型玩的不错，钱包有 S 牌，这造型让我看得很舒服。哦，再高点，哦，完全没在躲招、哦，那完全没大学，哦，而且看得出蛮爽的，这两个真的很强。那、啊、我们队玩的怎么样？大姐大招，大姐撞，哦，一二二，哦哟，其实还行哎，哎、欸，这场是逆风场哎，你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是有的，但这角色太扯了，这角色真的太扯了。可是你觉得这样有一些什么？可是我，可是我在 S 字牌 S 字徘徊那么久，我没有看过这几个 ID， S， 所以我不敢给。15岁，你要等了这局牌会打多少场吗？700多场。哇，他是真的牌会经营团团长。来 S 牌，来 S 牌 ，S 牌，三 S 牌，好 S 牌。今天的牌会是，恭喜 S 牌。当然，意料之内。漂亮。来下一集，不，下一个，彩桃。杀三
下一个剪豪，来剪豪，好，剪不动，来喽，哦，不来了，哦，不来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怎么没有？他没有造型啊！没有景的那个造型。这场是逆风哎、欸，这场是逆风。好、啊，我看出来了。好了好了。逆风吗？哦哦哦！一季。他在干嘛？哦，一季标枪。他在热血开始。好的。哦，大家看一下二季。哎、欸，这个没什么操作可言，其实。这么直接吗？这么直接吗？哦，要有了。逆风场，好了，别过啊。逆风场。好，第一排。没有啦，不要紧的。第一排，第一排，第一排。好，星耀、哦，还有，还有，我做转场，我投了十一六，这转场，哎、欸，一样是逆风场，哎、欸，雾开，这时候雾开，这个貂蝉鞋，哦，天哪，啊，怎么还有蓝呢、啊？这样子，没了。哦，电脑，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回放一下，哎、欸，好，怎么样？锦纶是，你看到没有 ？NK， 哎，龙，来再回放一下，你看到吗？不要圆，不要放在圆，我倒了。好，突然，电，哎、欸，不会帮挡啊。二技，帮挡也是。大学，哦，闪现，再来，再来，造句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转场很顺。好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飞天辣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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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玩辣味。Nope， 很辣、哦。这我不给。二技，一技，哦，星耀。啊，我只能给那么大的。万地加油，万地加油，冠军背部。这句话你觉得是吧？应该没有吧 ？S S 应该有啊，有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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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是有 S S。对，这一定有，我觉得他操作是有。突然这个结尾啊，你好了吧？操作太好了吧？好了，认真评论，星耀，星耀，我觉得星耀他专打逆风场，跟我们一样。可以，星耀。好，三星耀吗？三星，三星，三星，三星超好。好，排位是星耀，恭喜他是 A 牌。就跟你说他是 A 牌了，到底会不会猜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在我心目中是 S。我告诉他，对他的目标，哎、欸，告诉哎，节目播出的时候，代表，我对啊，我对 ，OK， 换讲，我不想讲。傲娇，得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，他就不喜欢这样子。我是认为他的实力有星耀，我才讲星耀的，所以就是代表是给他的一个肯定，他应该感到。你为什么讲我们刚刚讲过的话？啊、是吗？就是在讲干话了嘛。好，来讲我们刚刚讲过的话。O P C K P 来，哦哦，好了，蓝的，嗯嗯嗯嗯，蹦。有打什么吗？蹦，蹦，眼睛鸟不好，哎、欸，他没有，哎、欸，可是逆风场哎，他没有换子弹细节啊，他是在挂机，他这一定在打字跟队友讲说他，我在秀，我在秀，哎、欸，这魔人造型怎么丑、啊，很可爱，哦，哎、哦哦欸，没了，好啦，我对对失败啊，失败了，这个没有绕到，因为他这个经验，他这个躲招也是还行的，确定吗？他站着脸打。这是怎么样？看闪现，闪现，啊！我知道，闪现，哦，啊，不是，这躲什么招？没有，就画面看起来很美啊。等一下，这里什么招？这里没啊。对，那他有自己空大，他根本没躲。这里不美，都选一个不可能打赢的对手。S 啊，好了 ，S， 我不想给多余的评价。来，算着。我觉得是还不错，但就是。你想一下用什么排位？你 S 八颗星，好 ，S 八颗星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是 S。好来，这一定可以预测的。来，那就他璀璨嘛。他的排位是，恭喜，他是 S 牌，有，完美，一定八颗。璀璨也算一个段位，对啊，璀璨也算啊。哦，你现在把这件事情考虑进去是？对啊，对啊。你真的很认真啊。我很认真啊。他认真在讲干话。很好，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去对待。对，认真，任何事情都是。对。是啊，你在干嘛？来，下一个。A D H O N G D H E 帅哥，辛苦辛苦，红刀红刀流，荡荡，哦哦，怎么又闪电？怎么闪电？哎，我这二季躲闪电侠大学是有，现在我现在这是有细节的，对，哦，荡逆风，哦哦，大学有，哦有，这二季有哎，这二季有掉。不像我们队有一个连二季中人都不会。好，点开点，哦，蓝豆，哦，蓝豆，蓝豆，卡啦，怎么又卡啦？又没呢？推过去，一记推打，我推打是有啊，我已经挖他推打，哦，那么多次，还思维又难躲，你脑，我打不死你。哦，这辅助解控开的不错，
来了来了来了，进场。李亚克，加大学，加大学。哦，这个技完全疯掉。他没有连推、欸，他就只是一个大学，一个普通。二技定到。怎么二技也没进？大卫David， 大卫魔术师。我二技终于中了。哦，终于。这还在雷是不是啊？你怎么敢挑战一个迪拉克？哇，还站着打字。这个至少 S 啊，所以我也觉得 S。S。哦，那如果都 S 的话，你们要不要来猜一下几颗星？这就是要考验我的那个功力啊！不是，拉兹带斩杀好笑吗？28颗，八颗跟玉小一样，28，17颗，17颗哦。来来，记答。17、28。好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位同学的排位是 S 排。星星数呢？他给的是，恭喜他是35颗星。当然，当然，他玩西葵上 S 40颗，然后一玩迪亚克就掉到35颗。有实力哦！开玩笑的，真的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这一集就这么快的就又过去了。飞天大妹啊什么？飞天大妹啊、哦，对，飞天大妹最有印象深刻，拉维尔。对面的。对，超有操作，就像之前有一个什么按摩那个，帮你按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你的表现比他们好，或是其他的表现也可以，不一定要操作。名字，赶快到下面的链接投稿给我们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